太大点了，我是乞丐水质。不屈发动，攻黑雷啊！哇，好好睡，好睡，好痛哦！我是不是刚忘记吃饭啊？过来，等一下，我想要什么？对，人家掉下来了，白痴！继续睡。我跟你讲，这套真的很爽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对，什么萝卜糕又嗝屁了一次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被睡两次。哎呀，我也睡了。不过他很多大招其实都要超像我，只是没有被打到而已。哎呦，有人一下来就要睡了，差点就。哎嘿，我才帮你用醒，兄弟。不讨戏。又可以装、啊，水质装还是有盾比较好。大熊才龙。超市都卖完了。林曼玉碎片，林曼玉碎片，林曼玉碎片，一三黑毛，太多林曼玉碎片了吧？说不定可以合成。能的话，我现在已经很多大林曼玉。没有你啊，你只有很多林曼玉。那我可以用林曼玉和大林曼玉。没有，没有，权限不足。那就行。你可以装 mod， 搞不好就真的有。再说，我不知道、啊、那种我知道的人里面会有一个会装啊。对。等他，怼他！哎呦，我怎么看？哇、哦，好运，好运，好运！你这上面好嗨哦！他刚好在转呢、欸，其实哇！哎、欸，我被跑，睡哦，哦，这跟他狙法哎，我杀分了，啊，白痴完了，被我白痴都走开了，杀分，杀分。啊困！我怎么拿这样子？然后，哎、欸，怎么攻击、啊？对着墙壁钻呢、欸？他在干嘛？啊，出来了！欢迎人呢？我刚
刚刚那对着墙被撞，不知道在干嘛，我真可怕。哎，拜托，当水质很舒服哎、欸，你只要上去这样啪一下，就七八百滴血了哎、欸。你看这个伤害，啪，810哦，610，对不起。吓我一跳，我想你跟我伤害差了100。开门见山的说，萤火龙又出现了。啊，那个陷阱要不要去拔掉啊？谁放的、啊？不是我。那个猎魂吧。对啊，紧急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哎、欸，谁中陷阱了？有没有？先放在那边，莫名其妙中了陷阱。孔明的陷阱。好无耻哦，我们两个。看起来是，听起来也是。这套真的是抛弃尊严套装哎、欸！真的啊！我也不想撞墙了，我要你生气。其他人需要撞墙不是吗？阿强，你把阿强放在哪里？不要，我只要他生气。嗯？哪里有人？有鸡可以捡啊，在这里。哦，他脸上好多，他脸上好多黏着黏着，好恶心哦，干超恶心的哎！啊，这东西装好了，这东西装好了。喂啊，思明。你有耐冲是不是啊？有，是不是要一个要一个龙鸡蛋？哎、欸，跑错边，前面那个导路的是谁啊？还有跟他跑。我两边通到同一个地方，是不是？错怪你了。啊，不是往森往森林走。哎、欸，好险，我跟对人了。长龙在睡觉。啊！今天马鹅啊滚了，麦克就快挂了。抓他！骚娘！蛟龙！斩龙啊！力战火龙也没打过哎、欸，有没有打过火龙？我没打过。
你说火龙哦？对啊，我没打过这边的立中。哇、哦，冷哦！那我换装备。火龙怕啥？龙，我嘞，更变装备。哦，我先讲，再来弄。你要吹哦？都给你们打就好了，给你们输出。都给你们打就好了。好哀怨。有没有啊？出来。火龙。还有什么？属性吗？然后。这样。请问这是什么游戏？《魔物猎人：世界冰原》有很长啊。卖快。用餐。九六，不需要攻击力的，只要保护者旁边吹。吓死我了！啊，走到了、啊。你又回家了、哦？不是，我带了散弹装出来，发现我拿的是水质装的那个，我去。然后再是啥？我对不起你了。哎，怎么就吐我？他五个地方可以破坏，天啊！抱歉，猎人到了。啊，有了不吃。散弹也是新天地，我的天！为什么
么我以前要打美发28跟31呢？这边美发都45啊。关我屁事！少不了你，每次都是你。我没有攻击，没有，或者是在攻击，都有我的份。啊！断尾。水师可以帮我软他翅膀吗？嗯，软了。好，感谢水师。哇！哇，三个地方哎、欸，哦，地上好亮哦！狂捡，狂捡，狂捡，狂捡！前面土好猛！
他快挂了。我去抓他嘛。好啊。啊，发生什么事？上面？阿昌。枪火。阿昌啊，别叫了。如何阿昌吗？哦，你跑掉了。我先把报告重置啊，我刚死一次。关我屁事。哦，完蛋了，再会了各位。我要杀的就是你。哼。哎，温度一直在降哎。对啊。冷啾啾。啊。终于下课到家了，恭喜呀、啊，很认同。走吧，那个阿桑吧。走吧。雷狼刀。一点点掉帧，我好像还行。开抓，我的雷！哇，我会在下面嘞，水质来啊！靠你的水质，翅膀也麻烦了，哇啦四十二，好爽！好，可惜这是巨魔。如果这是一般场地，每一下四十二的话，我就可以真的克制吸血。可以啊，以后都是不去交给你啊。哎，一八啊，打不到一八，哎呦，下来靠边啊。这个任务不能死，我还硬要不去接触。翅膀破了，又左翅破了。他的左还是你的左？他的左。我都用魔物的方向来说，他的左边左翅破了。我以为会掉下去。啊！下下去。干嘛？去蹭。
右翅也爆了。哦，阿昌，我竟然没打过。哎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不用，水质吸得回来。你要听水质哀嚎才需要补。腿软，他靠边。被雷总的雷狼龙参战了，啊！被雷总落地了，他也要一起的。这个画面真的不错，干得好。你很懂哦。呀、yeah. 我要去锁了。哎呦。Right.